王逸凡，不是樊雨蓉。我是王逸凡，今年14岁了，是个2月份的水瓶座，场上位置是主攻。平时有什么？前面队这边一传不是很好。还是找到王逸凡的这一点来进攻下球，后三的进攻的两边都是在连续的打四号位的强攻。这把是给到王逸凡打了一个后三，落在了五号位的底角，还是有一些扎网，保护回来再给吴功，广东队的反击机会，再给到王逸凡轻拍，这个点选择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，也是应该是在起跳前也观察到了深圳队这边的防守站位。清楚，王逸凡这边在四号位也是打了一个直线的进攻。